喝多了，去跟他表白了一下，对吧？嗯，但是哈，没什么结果。你告诉我你具体怎么说的？没什么结果。你告诉我你具体怎么说的？我喝多了，我不记得我具体说什么，反正就歌词大意就是说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不是爸，你这么狡猾老道的人，你能说出好朋友这三个字？哎呦，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你还训上我了？你爸又追我妈？公司不是快黄了吗？然后他酒壮怂人胆，跑去跟你妈告白了。你爸真的可爱。哎，你要是觉得我爸这么可爱的话，你说应该多夸夸他，就是在你妈面前说说他的好话，然后让你妈考虑考虑我爸。你就这么想让他们在一起？我昨天刚签的作者 Alex， 那简直就是绘本界的佐藤浩市。哇，这可以啊，弄啊，挺有名的。但是不如小杰昨天家那个作者林川。天哪，小杰，你加上林川了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不喜欢社交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林川呀，他不仅人巨帅，他特有才华。上一次是前锋，这一次是家人年坐车，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感受？哎呀，我在乎你的感受。这次这些作者是总编让我加的，因为如果我这次能够顺利签约的话，我就可以升为主任了。我跟他，你选一个。